黄龙玉和这些缺口有什么关系呢？徐老师也没说清楚。而且黄龙玉也没有固定的形状啊。好几千年没见过桃花了，老大，没有人。文王山中桃花谷，桃花谷里桃花美。老大，好事，好事。谁欺负你了？没有桃子。吃吃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我们来这儿是干嘛的？就是我们来找黄龙玉的。不过老大，寿以食为天。那就吃一点。应该可以催熟桃子。老大加油！没用的家伙，看我的！神器居然没有暴动。老大，你最棒！跟着老大吃桃子，老大加油！老大，我找到宝贝了！你能找到啥？就会跑。哦，老大，这该不会是？肯定是。他们怎么还没有来？再试试。也不知道年兽他们找到黄龙玉了没有。一般玉石会用来做玉盘、玉佩，这里正好有个圆孔缺口。哎，你们找到什么了？我看看。平度他们遇到麻烦了，快去找他们。走。都闪开，让我来。有效果了。怎么又掉下来了？是不是要把黄龙玉嵌进去？这么大怎么放进去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被关在这儿？别问了，年兽也在找黄龙玉，快放我们出去。李秋，怎么才能打开笼子？激动力下，全力攻击这个点位。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呀、立秋找到能量的薄弱点才是关键，我们快走吧，年兽已经上山好久了。老大，再来一次吧，我还想吃桃子。
先回去想办法打磨黄龙玉，修好神器再说。啊！嘿嘿，年兽别跑！哦，看我的，猎鹰！结界精灵，加油！黄龙玉，这是磁力作用，可黄龙玉怎么会有磁力呢？可又是年兽和魔鬼冰步。陛下。春生，可恶，能量不够了，有点头晕。阴阳平衡。这下看你往哪儿跑。小心。差点就被冻成冰棍了。失误失误。快跑。总算搞定了。搞定什么？还有好几处地方没修呢。等着吧，精灵们。老大，喝点蟠桃大酱汁吧，去去寒。我要吃美食，我要能量，我要让可恶的精灵们知道我的厉害。丑春分后雪，宋·苏轼。雪入春分省涧溪，半开桃李不胜微。在春分这一天，许多人会做树蛋的实验。树蛋的玩法简单而富有趣味，人们挑选一个光滑匀称、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，然后找一张水平放置的桌子，轻手轻脚地把蛋竖着放在桌子上，它就有可能不会倒哦。虽然不太容易，但成功的人也很多，小朋友们多多努力哦。要像打太极拳那样用力，掌握平衡之道哦。